高飞先打回来的第七分，雷暴顺便跑的启动了，这个球往二垒传做 tag， 抓到有抓到，哇，今天盗垒都失败率还蛮高的。对，林根伟这边再次的被抓到啊，特别是在台电这边已经被抓到三次了，变相的三上三下没有得分。